呀，我瞧着突然想吃柠檬了。我呀，现在来吃一个柠檬。啊喵喵喵喵！哎，这个柠檬怎么是甜的呀？哎呀，我小小爱的萌想吃猕猴桃了。我呀，来吃一个猕猴桃。啊喵喵喵喵！哎呦，这个猕猴桃怎么这么酸呀？是不是没有熟呀？我小兔理查德好渴呀！我呀，我要吃一个解渴的水果。那我就来吃一个大西瓜吧。啊喵喵喵喵！哎，这个西瓜怎么那么小呀？哎呀，我佩奇想吃草莓了，酸酸甜甜的草莓，我来吃一个。啊喵喵喵喵！哎，这草莓外面怎么那么硬啊？还有这个草莓怎么那么大呀？哎呀，因为你们吃的不是草莓，也不是西瓜，不是柠檬，也不是猕猴桃，还是看我大头的吧。这个呀，才是你要吃的猕猴桃，这个才是你要吃的柠檬，还有这个不是你要吃的草莓，这个才是你要吃的草莓呢，这个才是你的西瓜呢。哇，谢谢你啊，大头。